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I am Ultimate in Energy， 欢迎各位再度回来，我的放纵生存进化啦。我们上一集呢，成功的解锁了这个泰克复制器啊，击败了这个大金刚哦。然后你看到这上面有一只大金刚有没有？哎，这只大金刚呢的来由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只是老头呢，为了要拍封面哦，然后制作封面的缩图，把它召唤出来的哦。哦，老头，那边怎么会有只大金刚？吓死人了！我好像看到了不该存在的生物。没有啦，那是老头召唤出来的啦。好，不要害怕。好，那一只大金刚已经挂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尸体没办法分解哦，那就没办法了。成为我们维京岛本座的观光圣地。哇，是不死大金刚哎！这个肉居然都不会腐败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敲也敲不烂，好就不管它了，好不好？这不是我们今天本集的重点，好不好？反正呢，我们已经成功的把泰克复制器给给解锁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解锁泰克复制器不是，就是制作泰克复制器我在讲什么老头最近有点呛呛的这样子。泰克复制器的货不是在机床里面做吗？我直接去方尖碑那边做好了，浪费时间。来这个地方做最快啊。那做出来之后呢？老头打算要弄那个整个泰克套装我们待会再说。对啊，你看这边就有。我的材料够不够金属锭5000个，黑珍珠这边有。聚合物跟能量元素板，我这边有600多个这600多个是老头又跑去打 BOSS 就只是为了解锁泰克套装对，因为今天老头呢想要装上泰克套装因为看起来帅，很久没有穿泰克套装了这一次老头想要穿一遍终于可以做出来了，终于啊 OK。我们回家吧。我发现呢，我好像做错了，我不应该要做这个版本的泰克复制器齁，我应该要做 CS 加的，不是吗？啊呵，是呀是呀，我应该不是要做 CS 加的泰克复制器吧？完蛋了，我已经先浪费我的材料了。怎么没有泰克复制器啊？有啊。老头又浪费了材料我们原本的那个就把它当作纪念品纪念品什么鬼东西。好啦，就用这个啦，我们就决定用这个了。把泰克复制器盖在上面盖在这个地方。好大一盏哦。那这个应该是用泰克发电吧，没有错。这边还有那个呢，那个是灭绝里面的机器人嘛，对不对？这个都还没解锁。这个金属碎片，然后这边的话可以做一些 S 加的东西，不是可以拿来制作那个吗？这边啦，看到了，就是这个啦，搞老半天，100片啊！我们现在可以先来给它升一下，我们踩了这么多个，对不对？64，好快哦！啊，这个是什么？可以产生能量元素，需要放入液体元素，可以打造物品与充电站相同。这个有点看不太懂，这个有哪位大大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麻烦告诉我一下。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老头笑想已久的装备要先做出来了，护甲的部分然后护甲，再来是泰克。为什么没有？没事，有了。怎么感觉现在就不够啊？做速度超快的聚合物不够啊！好久没有穿泰克套装了，终于可以穿上来了，爽这样子我可以直接下水吧？我记得这个好像不会耗氧气的样子吧？然后带一些那个泰克的那个什么，也不是泰克啊，带一些那个能量元素在我们包包里面
我来看一下，我的手好小啊！yeah！ 在水里，在水里也可以冲啊，有，而且不耗氧气，对吧？我看一下，对嘛？我们的泰克是不耗氧气的嘛？耶、yeah ，太棒了！呜呼，呜呼 ，OK OK， 我终于有泰克装备了，千辛万苦。只是他的那个第一人称视野会有一个东西挡住，很讨厌。那个好像没办法解决啊，对啊，你看这个视野会有头盔的那个样貌啊，直接给你挡住，哎，没办法。还是说有什么按键可以消掉啊？我不知道哎、欸。啊，这个能量元素只要30个就好了啊。有了。哎。我泰克发电机是不是要做 S 加的？那我又忘记了，管他的，无所谓啦，感觉好像没啥差的感觉。无限攻击啊，可以放置在平台鞍上，还筏上，为同一鞍提供动力。反之，未放置在平台鞍上。好啦，算了，随便啦。耶、yeah ，这不需要接线嘛？我记得。开启，哇哦，哇哦，这样子既然供电了，我们就不需要能量碎片了嘛，对不对？他这边就自己会供电了嘛，供电，哎、欸，那一波，那一波，开一下，那还是显示未供电呢、欸？为什么？这个是为什么嘞？哎、啊，我们现在泰克发电了。中那个画面中超级多些微粒子，哎、欸，那个发电范围怎么这么的短的感觉啊？我以为它很广哎、欸，可是这边却显示已供电，这边还是显示未供电，但是他们拿超多颗蛋的，我们看一下覆盖范围，我要怎么看？这个范围覆盖，哎，其实好小哦。这个范围覆盖可不可以广一点啊？显示到这边而已，这个也太短了吧？还是说 S 加加比较多啊？算了算了算了，而且好吵哦。我相信 S 加版本的，哎、欸，这可以增大、喔，当然是开到最大，那还用说吗？最大到哪里？哎、欸，有了有了有了！可是老实说有点吵哎、欸。我们来做一个 S 加的版本好了，这个先把它拆了，好吵哦、喔，超级吵。来看一下 CS 加的，而且它会自动切起，按下 G 就不会切起了。我不想要让它自动切起。哎，然后转个方向，这个方向好了。OK， 这个是 CS 加的宫殿，好像还是一样很吵哎、欸。哎，等一下哦。好像只有一开始开起来的时候很吵，后面好像就还好了。可是它这一个没办法显示涵盖范围啊！哎呦哎、欸，它直接给你最大哎、欸！它这个没有那个什么范围的那个选项给你，但是呢，它是直接给你最大。哇，好广哦！哎、欸，没有声音啊！这个好安静啊，我喜欢这个，这个超安静的。果然 CS 加就是好用。然后这个只要这样子开下去啊，就不需要调整范围了，非常棒。啊，那这样子我下面的这个呢，看一下，乙供电有没有？它就不需要喝那个什么啤酒啊，或者是啊什么溶解剂不需要了，哎、欸。马上就可以了，又没有。好，泰克的部分就先这个样子哦。
那接下来老头要干嘛咧？啊，我们那个艾迪达兹那一只南方巨兽龙呢？啊，老头想要让它进行交配了，因为呢，老头在野区呢，意外的发现一只母的阿板的南方巨兽龙，哎，阿板南方巨兽，然后是母的，啊，颜色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看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去抓那一个家伙，并且呢，啊，把它孵化一只宝宝出来，我想要看一下跟它配出来是什么样的颜色啊。啊，我们又要来再次健达出鸡蛋了，你知道吗？啊，我们又要来开箱盲盒了。这边跟着一只南方啊，那边有一只南方，两只混在一起，知道怎么打、啊？这个要怎么打、啊？把那一只引开吗？嗯，感觉目前构不成任何威胁。引开他好了，以防万一。有了，有了，有了。那、啊、你又不追了是怎样？哎呦，妖叔，哎呦，啊，完了，完了，完了 ！BBQ， 我的喷射大鸡鸡！我的喷射大鸡鸡，你怎么死掉了？啊娘喂！要死我！那个喷射大鸡鸡给它勾进去，就嗝屁往生了。有没有看到前面那只？颜色很棒吧？紫色配白色、欸，有没有看过？啊，就决定是这一只了，各位。我现在把那一只南方引得有点远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OK， 就是这个地方了。为我们的喷射大鸡鸡默哀，它死亡了。继续，继续，不要停。继续，继续。哎，等一下，我们的子弹够不够啊？重点哦，可以做57只啊，可以啊，慢慢来。因为等一下它的麻醉会掉很快啊，我怕我等一下没有子弹，你知道吗？就完全没办法对付它了，机会很尴尬。好，40%，再来50%，看它逃窜的样子真可爱呀、啊。哎、欸，它怎么掉下去了？我射，来，我来了，宝贝，想我吗？宝贝不要，哎呦，妖叔，宝贝不要啊！哎呦喂，哎呦喂，宝贝，宝贝不要，会死人呐、啊！宝贝，你的流血伤害太可怕了、啊。他又要掉下来了，哇！掉水里？哎、欸，没有哎、欸，哎、欸，你不要想不开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你会溺死啊！哎呀，我的天哪、啊！这地方都是食人鱼，你确定你 OK？ 完蛋了！他会不会被食人鱼给弄死啊？还有妖虚哦。倒了，倒了，倒了！食人鱼会咬他吗？哎、欸，他掉麻醉超快的、啊，尴尬的，两块生羊肉，可以，可以。为了避免他被食人鱼攻击呢，我必须要使用啊卑鄙的手段，就是这个样子。有了吗？嗯，有了呢。Yeah， 速度超快，有木有啊？啊，他被咬了，被咬了。哎呀，活该啊！食人鱼，谁叫你要去惹他嘞？臭食人鱼！
你干嘛？你干嘛？看到母的就兴奋的冲过来了是吗？干嘛那么兴奋啊？啊，等一下好吗？不要那么猴急，好不好？他今晚就是你的了，你再急也没有用，知不知道啊？来啦，这个我们先来设定为被动，你这家伙一个被动，给我乖乖的搞起来，听到了没有？允许交配，允许交配，好，这个我看一下，搞 gay 中非常好，有没有看见？哎呦哎呀，这个颜色的南方啊，是不是瘦好看的啊？那个穿模了，直接穿过母的啊，看到母的就很想穿这样子，要穿过去了。哎呦喂、哎，哎呦喂、哎，颜色不错吧？这个配色好屌、哦，有出来了。有够大颗有没有？捡起来 ，OK， 终于等了超久的一段时间了，它终于快要孵化完成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看它孵化速度好慢，我以为是我的那个倍率没有调好，结果我的倍率根本没有问题。然后呢，它跑的那个孵化的速度啊，没有比之前阿根廷来的快对啊，还是说因为之前都孵化阿根廷，所以说就觉得其实它孵很快。对啊，我的孵化已经弄了20倍了然后它跑得超慢的，我还等了一段时间才把它弄到100%啊。好啦，反正呢，总算孵化完成了我们直接呢给它孵出来看一下什么颜色。看起来，等一下，怎么全部都是紫色的啊？它爸的颜色嘞？他爸的颜色去哪啦？我还卡住了，想要摸摸是吧？那南方他们怎么跑去那边去了？那跑去度蜜月了，把你的小孩留在这个地方是怎样？我看一下，嗯，有加留痕，有加留痕。连成长速度也超慢的，我的天哪、啊！哇塞，南方宝宝，他根本就没有他老爸的影子啊！等一下拉过来看一看，这只是他老妈嘛，对不对？有啦，他老妈是全紫色啊。等一下上面的颜色好像不一样，是不是？不对啊。他大概80%都是他老妈吧？那他老爸嘞？我站在上面看一下。这一只其实是有点微紫色，我现在才发现斑点啊。他这个背上的线条是他老爸吧？可能吧？你们有看出来吗？我怎么感觉我看不太出来啊？唯一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它的那个下面这边是白色的，有没有？它下面这部分是白色的，其他都还好。全部都他老妈，看来他老妈性欲比较大是不是？你老妈性欲比较大啦，把你生出这个样子啊，看到了没有？还跑过来啊，这么的可爱啊，是不是？好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好像也没 多大的变化这个角度看之后感觉有点变蓝色他老妈跟他老爸的灰色混在一起变成灰紫色，这个角度看起来颜色还蛮好看的，我觉得这个角度看起来颜色还不错。好啦，反正到时候呢等他长大再看一下他长大的样子其实应该也是差不多啦。OK， 那么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一样，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选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放周深纯净化再见了，下期见，拜拜。